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是来谢谢你的，谢谢你帮我找到耳环。不客气。那我好，我马上要开始了，要不然在这等我一下。好。准备。准备。赶紧换衣服去。报告。归队。开始训练。我们今天的科目是喷散区域练习。学费太贵了，我只能交得起一半，然后就得打扫卫生，顶着另一半。没想到你还挺能干。帮帮你嘛，反正等着也挺无聊的。那现在我可以请你吃饭了吧？那怎么行啊？你等了我那么长时间，还帮我打扫卫生，今天我请你吃饭。吃啊，快吃，等一会儿凉了。快，你得蘸一下酱。我不要那个酱了。蘸点，听话，特别好吃。嘴馋了之后，过来吃两块，随便吃点，这个不灵饱。喝水吗？啊，再给我拿个杯子。好喝吗？嗯。有鱼味吗？嗯。有豆腐味吗？有。